千万不要找你父母看到这条视频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一家人看电视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个乘风破浪的妈妈嘛。就看这个，就看这个。你看这个来自香港的老板们奇妙，从背后看过去，她的这个身材还是像龙泉山上的神奇桃嘛。我还是喜欢郭敬明，能吃又不长胖。为什么郭巴跟韩冠师也在这个节目里面？他们去了一趟泰国。哎呀，我喜欢这个大长今。等一下，他跟那个男人矫情，那个男人要跟那个女……妈，你都剧透完了，我们怎么看？哎呀，我不是想剧透，但是这个名字叫那个男人矫情，那个男人还是个大长今脚啊！妈，这个大长今他到底叫大长还是长今啊？啊，你不要影响我。这个大长今好惨啊，他还要给他做饭，做饭还要给他小视频点赞。逼婚。妈，新年好，我回来了。又是一个人啊。哎呀，我工作太忙了，不好耍朋友。没事，有点回来就好。拿去吃饭。妈，为什么只有一只筷子呢？那要几只？吃饭要一双筷子噻。你也晓得要一双筷子才能吃饭嗦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走开。爸，我为什么要走开？今年你又是一个人回来捞球。不是我不耍朋友，是现在耍朋友的压力太大了，又要有房又要有车，结婚还有可能要彩礼，这些彩礼动不动就十几二十万，老子拿这个钱去月光樱花抽个会员卡，可以见好多女娃子呀。小聚餐，小嘴总今天还满意吧？帝王般的感受，还耍锤子朋友。就是今年我回家，我妈催婚把我催疼了，好烦了。真的。大嘴总，你这个屁娃娃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玩？你还不是在这里玩？我生了你这个屁娃娃以后，我正该来这儿玩。我不是防护措施做得好，我一年300套娃娃，我打死你个屁娃娃！我要告诉我妈，你耍不了，我就耍不了。慢嘴儿，不准。